时间来到早上的7:30，28936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 good morning， 欢迎收看收听我爱牛斯兰，我是 Andrew Andrew。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哎，今天早上其实还行，不是很冷，明天就做好准备。还可以啊，今天的最低温度只有5度，所以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今天晚上明天早上起来会很明显的感觉到降温，所以在这边也是提醒大家一下，做好准备。好，冬天嘛，冬天就得冷。不过也是，今年冬天说实在的，你想这都已经6月底了，我也没有觉得特别有冬天的感觉。不要念，不要念，还早、啊，念，然后7月8月冷的不行，就先不要念这件事。到一般来说呢，7月尾啊，可能会比较的冷。嗯，好，没事，倒吸一口冷气。好，7:31，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呢，节目一开始，当然还是要跟大家来汇报一下目前奥克兰的。主要的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个状况啊，我们来看看呢，现在的1号高速公路由南往市中心方向行驶，目前所看到的就是从 Rosehill 往北的方向行驶呢，是经过了 Papakura Takanini， 那么一直是来到了 Green Lane 的整个路段呢，整体上来说呢，都是属于车多繁忙，只能够慢速通行。不过好的消息是啊，目前并没有看到呢有出现严重交通堵塞的那么一个路段。那么过了 Green Lane 呢，再到市中心大致上就没什么问题了。20号公路目前呢看到是从 Manukau 一直是来到了 Viri 啊，严格来说呢，差不多接近20号 B 之前的这个路段呢是最为拥堵的。过了20号 B 之后呢，稍微的依旧维持在一个繁忙的阶段，一直来到了20号 A。过了20号 A 之后呢，大致上呢，道路就变得顺畅了。那么在经过了 Onehunga， 一直是来到了 Waterview， 衔接16号公路。16号公路目前有一个状况，那就是在 Patiki 啊，往市中心方向行驶的 Patiki 附近呢是有那么一种交通意外事故，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呢，从 Westgate 一直是差不多接近来到了 Patiki 呢，整个路段都非常的拥堵啊，尤其是在 Massey 到差不多 Tiatatu 之间的这个路段呢是更为拥堵的。那么过了 Patiki 之后啊，就是依旧是车辆是比较的多啊， Waterview 到 Western Springs 呢依旧是车多，只能够慢速的通行，不过整体上来说呢就没有严重交通堵塞的路段了。那么北岸方面现在最拥堵的路段是从 Albany 到这一个 Sunny Nook 啊，每天基本上都差不多啊。那么过了 Sunny Nook 之后呢，情况是稍微的有所好转，依旧是车多，在经过了 Water Valley Takapuna 一直是来到了 North Coast， 都是如此的。上海港大桥进入市中心目前来说是没什么问题。那么18号公路呢，我们看到就是从 Green High 到 Rosedale 的这个路段呢是显得车辆是比较多而已啊。好，目前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在这个奥克兰的主要公路上。那么另外呢，当然也跟大家来汇报一下，根据世界实时数据库，我们所看到到今天早上6点钟，全球的新冠确诊的个案呢是来到了1,7948,000多宗的，死亡的人数呢是超过了38,500,000多人，康复的个案呢是超过了1,6402,000多宗。那么五个确诊个案排名最多的国家呢没有改变，依旧是美国、印度、巴西、法国以及土耳其的。美国方面34,460,000多宗的确诊，死亡人数是超过了617,000多人。印度29,972,000多宗的确诊，死亡人数是超过了38,900,000多人的。巴西17,927,000多宗的确诊，死亡人数是超过了501,900多人。法国577,700多宗的确诊排在第四位，死亡人数超过了110,000人。那么土耳其呢，537,500多宗的确诊排在第五位的，死亡人数是超过了49,230多人。那么今天这个6月22号呢，今天原本没什么特别的日子啊，我查了一查啊，除了在美国了，哎，你知道今天有一个哎呀，我刚才看了看了，不知道一个在美国是一个什么吃的一个食物的啊，食物的这个节日。What? 是啊，有那么食物的节日。哎，有啊，
有时候还有蓝莓蛋糕日啊，什么都有啊。那么当然这些就是个别的国家啊，为了庆祝啊某一些的一些啊，这个并不是一个国际性的。那么在今天方面的国际性没有什么特别的日子，不过明天呢倒有两个啊，两个分别是联合国公务员日，还有国际奥林匹克日。那么首先呢，因此呢，在今天啊22号，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联合国公务员日啊，说的是明天。是来表扬一下啊，不单单不是说在这个联合国这个机构里面，而是全球不同的国家，公务员对一个国家所做出的贡献跟重要性。对，我们来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联合国公务员日呢，是在2002年的时候，2002年12月20号的时候，联合国大会就通过了决议，将6月23号设立为联合国的公务员日。联合国公务员日呢，旨在颂扬公共服务对社会的贡献和价值，强调发展过程中公共服务的贡献。那么总结公务员们的工作，鼓励青年也加入公共部门服务社会，为提升公共对于联合国公务员日的公众啊，对于联合国公务员日和公共服务价值的认识，联合国呢是在2003年设立了联合国公共服务奖。那么新冠大流行呢，不仅仅是危害到了大家的健康和生命，当然也给医疗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扰乱了教育系统，对企业和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甚至是导致了很多的失业。另外呢，为了抑制病毒的传播，各国政府也实施了封锁呀、宵禁啊等等严厉的措施，也搅乱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在疾病大流行期间呢，公共服务和公共服务人员发挥的这个作用，自然呢就让大家也见识，就是也重视了起来，并且也是呢跟这个对他们啊也是充满了这个敬意。那么在6月23号联合国公务员日呢，联合国就向应对2019年新冠大流行的所有公务人员和其他的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所以说呢啊，那么当然公务员啊，公务员呢在不同的国家可能定义有所不一样。对的，对的。那么在纽西兰呢，一般我的理解啊，就是说一些公共的部门里面工作的这些公务人员啊，就是所谓的这公务员，其中包括的当然啊，我们看到呢在医疗体系方面啊，而且呢比方讲说在警察啊、惩教部门啊、教师啊等等啊，这些呢在我眼中啊都是属于就是在公家机构里面工作的啊，我都把它当作是公务员吧。或者是我觉得在我们这儿怎么理解呢，就理解为纳税人出钱的这些工种，其实都是公务员。也可以说也可以也不完全。为什么呢？如果你说到了国会议员算不算是公务员，也算。我感觉是应该是属于，不过那么反正在国会工作的市议会里边的市议员们，他们算不算是公务员呢？这么说吧，就是你要是在国会或者市议会工作的人肯定是公务员，但只不过就是说你说这些议员们选上来的算不算公务员，其实理论上也算，应该是啊，都是属于纳税人来支付他们的这个薪水的，对啊，是吗？ OK， 好，我们不去纠结了啊。不过大家都了解到啊，就是公务员呢对于每个国家做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贡献，尤其是在过去的这个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很多的国家面临很大的这一个啊新冠病毒啊方面的这个风险，那么公务员呢是在背后呢很多啊都是在默默的根源啊来保障民众们的安全啊，希望他们的生活呢不会面对太大的这一个干扰。好，那么接着下来呢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就是天气方面的情况。我们来看看呢今天啊，这个先说说奥克兰吧啊，那么未来的奥克兰的七天的整体上来说呢，从今天一直到这个星期六，根据气象局的预测都是天气良好的啊，天晴啊，那么稍微的啊，稍微的今明两天算是温度是稍微的比较低，可是从星期四开始呢一直到星期六呢，我们又看到呢这个温度又逐渐的往上有一点点的攀升。那么今天呢是多云的奥克兰，温度方面最高温15度，最低温5度，明天一直到星期六都是天晴，一连4天，那么最高温呢是介乎在14到18度之间，最低温呢明天的最低温是来到4度啊。那么接着下来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这3天的温度，我们看到呢就是介乎在8到12度之间，所以说还 OK。
到了星期天，根据气象局预测，将会是下雨天。那么温度方面，最高温18度，最低温12度。那么到了下周一呢，是稍微的雨势呢是获得缓解，只不过是阵雨而已。下周一呢，奥克兰最高温的是17度，最低温12度。OK， 那么今天奥克兰的潮水满潮时间呢，我们来看看下一次将会是在下午的5:08出现。那么刚刚过去的那一次呢，是在今天的清晨4:23啊，所以说下一次呢将会是在今天下午的5:08。至于纽西兰今天南北两岛各地区的天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岛方面啊。整体上来说呢，北岛还算是天气不错的，除了几个地区，其中包括了 Gisborne 跟 Napier 啊，都会下雨，尤其是 Gisborne 的雨势是比较的大。那么其他的地区呢，整体上来说呢都是天晴或者是多云的。南岛方面，南岛的这个西海岸的天气是相当的不错啊，不过南岛的南端以及部分的东海岸地区，其中包括了基督城还有但尼丁呢，都有可能会出现阵雨。其他的地区整体上来说，南岛今天算是不错的。接着下来带给大家的就是国际方面的新闻啊。首先我们看看第一则的新闻是什么，还是来说一下这个疫情方面。那么世卫组织的首席科学家呢斯瓦米内森最近是表示，目前仍然没有必要的资料来支持世卫提出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以预防变种病毒株的建议，强调在全球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完成为高风险人士接种疫苗的时候，不是时候呼吁打加强剂。他就指出，部分国家呢将在今年稍后时候为感染新冠病毒后免疫力会快速恶化的人接种加强剂作为预防措施，世卫呢将获知结果。那么英国计划秋天开始为民众来接种加强剂，预防冬季有新一轮的爆发。较早之前呢，其实英国政府的专家顾问就指第三波的疫情正在来临，不少患者呢都是没有接种疫苗的年轻人，形容接种疫苗的工作正在与病毒赛跑。这个加强剂有没有必要啊？现在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所知道的，比方来说在纽西兰啊，就是两剂完成之后，那么接着下来，这个两剂的这个疫苗能够有效持续多长时间，我们有被告知吗？没有，对，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确认。那么有没有必要对于那些更高风险的人士再来多一针呢？现在也不知道。反正我听着世卫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全球这么多国家大部分人都是没有疫苗的，你这个时候去考虑加强剂是不是有点过早了？你是不是要等到大家起码要普及到，首先先看看有没有必要要加强。如果有必要加强的话呢，各国的政府为自己的民众们这个也无可厚非，是不是？好，另外我们来看看泰国呢，有大学研究民众接种两剂不同新冠疫苗的安全性以及有效性。负责研究的朱拉隆功大学医学院临床病毒学的研究中心就表示呢，将会为参与研究的人士第一剂接种科兴疫苗，第二剂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或者是第一剂是阿斯利康，第二剂是科兴，以观察接种人士的反应。那么研究人员就认为呢，如果民众对于第一剂疫苗有很强烈的过敏反应，第二剂应该是可以改打其他的疫苗的。又指如果证实混合施打疫苗是可行的话呢，未来可以加快疫苗接种的速度，医院就不需要预留同款的疫苗为民众们接种第二剂了，所有的现存疫苗都可以作为民众接种的第一剂疫苗。这倒也是，对啊，这个好像感觉就会减少很多的浪费的。混合行不行不知道啊，还在研究。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会究竟怎么决定的，就是东京奥运会。我们也知道东京奥运会呢离开幕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那日本政府、东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等等五方昨天呢是举行了会谈，商讨是否允许日本国民入场观看奥运赛事，预料呢会将入场的人数上限定在场馆容纳人数的50%以内，
也就是最多一万人。我今天早上听到好像定了就是一万人，嗯，就是还是说通过了。不过这件事情呢，倒是让民众表示了很多的担忧。就有传染病学专家上周已向政府提交意见，认为最理想的做法还是空场比赛。那么日本共同社最新的民调呢，也显示超过86%的受访者都担心奥运会会令疫情扩大，大约40%的受访者是认为赛事不应该设现场观众，大约有30%人认为仍然是要取消奥运的。另外也有约50%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太早解除东京都等等9个都道府的紧急事态宣言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他说呢，如果中国不合作进一步的调查新冠病毒的源头，将会面对国际上的孤立。沙利文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现实并没有到发出威胁或者是最后通牒的阶段，会继续的在国际社会争取支持。如果最终中国拒绝履行国际义务，与美国与盟友磋商，考虑如何回应。沙利文说，美国不会只依赖中国，除了世卫调查，美国本身也会分析，包括透过情报部门以及与盟友的合作追查到底。沙利文又赞扬总统拜登促使7国集团其他的国家呢，对病毒源头展开透明调查方面向中国施压。他说，这是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团结民主国家发出的一致声音，前总统特朗普也未能够做得到。那么中国外交部就曾经多次的重申，疫情溯源是科学方面的问题，不应该被政治化。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意外长呢，最近是通了电话。那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呢，就是与意大利的外长迪马约通电话。王毅就表示，希望欧方坚持战略自主，进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王毅就表示，中方赞赏一方奉行对华友好政策，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各国应当坚持合作而不是挑动分裂，应当相互尊重而不是进行政治攻击，应当承担应尽的责任而不是甩锅推责任。新华社呢引述迪马约就表示，意中关系是强劲和持续的，就像两个朋友一样，一方希望与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能源、工业、第三方市场的合作，以2022年意中文化旅游年为契机，增进两国人的人文交流。是，时间来到早上的7:48，我们先进一段商教介绍，回来之后呢，再把剩下的国际新闻带给您吧。时间来到早上的7:51，欢迎大家再度回来，我爱纽西兰。那么小教吉安德鲁呢，把接着下来的这个国际方面的信息呢，继续带给您啊。美国和俄罗斯的元首结束峰会之后的数天，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他表示，美国准备就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被人下毒的事件再度的制裁俄罗斯。沙利文在接受美国传媒的访问时候说，华府呢已经就纳瓦尔尼遭受毒害制裁俄罗斯，并且联合欧洲盟友要俄罗斯付出代价，华府正在打算采取另外一套的制裁措施。那么对于美国有意实施新的制裁，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表示，俄方向来以合法正当的行动回应美国的非法制裁。那么另外呢，沙利文也表示呢，伊朗与6国有关恢复履行核协议的谈判仍然是存在分歧的。他重申，在重新履行核协议方面，最终决定权在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身上。那么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伊朗选举之后呢，果然这个谈判呢出现了暂停，伊朗与6个缔约国有重要履行这个有关重新履行核协议的谈判呢是暂停了。代表英法德的一名资深外交人士就警告德黑莱政府，谈判呢是不能够没有结束期的去进行。谈判自6月起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讨论应该采取哪一些的步骤以恢复全面遵守核协议。周日的谈判呢是第6轮。伊朗选出了强硬派的人物莱西来接任总统之后，维也纳谈判呢
是休会了，谈判代表将会返回各自的国家与政府进行协商。路透社引述两名外交人士就表示，谈判将会暂停大约10天。伊朗的首席和谈判代表阿拉格西呢，是在维也纳告诉伊朗国营电视台，从未比现在更接近达成协议，但仍然有些距离，而且要跨过这个距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啊，谈判从这个4月开始啊，对，4月开始。好，另外我们来看看呢，在今天早上为大家准备的最后一则的国际方面的消息呢，是这一个长赐号啊，这一个货轮的。那么3月底在埃及苏伊士运河搁浅的超大型货柜轮呢，长赐号，船东提出了新的赔偿方案。埃及法庭将会将案件呢在押后2个星期来审理，以便双方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谈判。苏伊士运河管理局的律师就表示呢，与船主的谈判一直是持续至星期6，船东最终提出了新的赔偿方案。那么代表长赐号船东的以及保险公司的一方呢，就形容谈判的过程是漫长艰巨但是正面的，提案细节是需要保密的。长赐号苏伊士运河搁浅期间呢，拦腰切断了运河的南北双向交通呢接近1个星期。那么运河的管理局要求船东赔偿9亿1600万美元，其后降至5亿5000万。船东以及保险公司啊，依旧是指这个金额依旧是太高了，提出了赔偿1亿5000万美元，是被运河的管理局拒绝了。好，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这个7点55分啊，那么国际方面的新闻就到此为止。接着下来，我们把这个焦点放到纽西兰。首先呢，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呢，就是在上个星期六早上啊，因为呢，奥克兰的南区帕帕托托伊附近的这个地区呢，是遭到了龙卷风的这个袭击，很不幸的也造成了一名人士的死亡。据说呢还有另外一名人士呢是受伤啊，目前依旧在这个 Middlemore 的医院留医，不过情况是稳定的。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当然啊，接着下来呢就是一连串的这个清理啊、评估啊，还有啊，如果有买保险的这一些业主们呢，将会向保险公司呢来进行交涉啊，所以说呢挺烦的，挺多工作的。而且现在呢也不好预估到底需要就是这个造成的经济损失有多大。那么昨天我们在新闻当中听到呢，说是有1200户的这样的一些家庭是受到了这一次龙卷风的袭击，其中呢有接近70户说是没有办法居住。那么在经过了昨天一天的所谓的这个清理和审核工作之后呢，我们是看到政府给出的数据是，他们昨天一天啊，去大概呢检查了240套的房屋，在这240套房屋当中呢，有62套基本上现在是不能够居住的，比之前预计的可能还稍微的少了一点点。但是这个清理和检查的工作呢，还是在继续当中。那么政府也表示，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够真正完成。是我们所说的政府是市政府啊，市政府，奥克兰市政府啊，他们有这个 building inspectors 啊，专门是啊。检查这个物业啊，这个建筑物的这些检察官啊，他们到处呢在这个受到这个龙卷风袭击的地区呢来进行评估啊，这个工作呢还算是很多，因为到处呢都是我们也能够想象得到啊，这个电线杆啊，这个被吹断了啊，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房屋呢屋顶也被掀起来了，到处呢是一片的这个狼藉啊，所以说呢要做出正确的这个评估，准确的评估呢确实是需要一段的时间。不过现在呢最重要啊，那么因为在龙卷风袭击的期间呢也相当部分的这个住宅区呢是受到了停电的影响，逐步的这些电力呢正在恢复当中，不过也是有可能根据新闻的报道呢可能需要数天的这个时间。所以现在呢大部分被检查完的房屋如果是没有说安全隐患可以居住呢，那这些住户就可以回家了。但是接下来呢他们就要开始给保险公司去打电话，即使是可以居住，那房屋仍然是有损坏的，所以他们要跟保险公司来联系，然后呢去找一些 builder 去把他们的房屋做修缮，这个时间啊可能就会更长了。是，那么另外呢昨天呢也看到呢媒体呢访问了当地的一些居民啊受到影响的一些住户啊，他们也表示说呢，除了
这一个房子啊，现在呢啊是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之外呢，他们也非常担心，就是说，在保安方面的问题啊，因为毕竟呢这个房子呢里面呢还有很多呢其他的一些私人的一些物件，嗯，那么因此呢他们也不愿意呢看到这房子就那么空置的啊，怕被有心之人呢或者是歹徒呢进去里面呢是窃取啊，这是有这个房子里面的一些家电啊等等啊，因此他们还是尽量的。是留在这个房子之中呢，来保护他们的自己私人的这些财物啊，所以说这方面呢，他们是比较担忧的地方。那么另外呢，在这里跟大家汇报一下呢，就是那位很不幸的啊，名字叫做 Janice Percent 啊，这一名是从五六年前从斐济啊带着一家人呢移民来纽西兰，他本身呢是一名怎么说呢，柴油机器的维修员吧啊，或者是技师。那么很不幸的就是在龙卷风啊抵达的那一天早上的那一刻呢，那当时他刚好在这个 Weary 的这个码头那边工作啊，就是被卷啊卷起来，然后呢就是被猛烈的这个抛到好像说那些货柜箱那边啊，导致啊他上升。嗯、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我们的总理 Jacinda Ardern 还有我们这个奥克兰市长 Phil Goff 呢，在教堂之前都分别啊就是表示了哀悼，而且呢慰问了这个家庭。那么看到了这个 Janice Percent 呢，他的妹妹啊，不知道他是姐姐还是妹妹，有时候说了 sister 啊，谁也不知道啊，不知道是姐姐还是妹妹，就帮他在这个Give a Little 啊上面设立了一个。希望募捐的啊那么一个网页，嗯，那么到今天早上我刚才查我昨天是在差不多五点多的时候呢，我查了一下呢是差不多58000，那么今天早上最新的数据是76000多块钱已经筹集到了。而且不仅仅是 Give a Little， 他的姐姐或者妹妹就是 sister 也表示说呢，说他们一家人都是非常的感恩，在社区当中呢其实是获得了很多的帮助的，不仅仅是说捐款方面，就各个方面的协助也是非常多的。这种协助当然是没有办法去抵消他失去了丈夫，失去了这个爸爸的这个悲伤的心情，但是能帮的其实社区呢还是给出了很多帮助的。新西兰的社会的确是这样，就很多的时候是很暖的，它是一个人少竞争没有那么激烈，所以相对来说也比较温暖的一个地方，希望这样的事情能够保持下去吧，不要因为我们也是越来越大，什么越来越现代化，就失去了这一份温暖。不是啊，纽西兰方面呢在这一个怜悯之心对其他人这个同情心呢还是普遍存在的哦，普遍存在，对，希望不要消失。是，那么在这一方面呢，如果大家有意愿的话呢，也可以上一上这个 Give a Little 的这一个网站啊，你只要呢就是搜索这个 Tornado 或者是不用搜，它基本就在首页，差不多吧，它有另外一页是为整个 Papatoetoe 的那些受影响的这些住户们啊的一个捐献。那么这一个呢是专门为这一位很不幸啊这个丧失生命的这一个男子呢 Janice Presser 的这个捐献，目前是76580元啊，那么我估计呢这个数字还在啊这个不断的上升之中。好，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01哦，我们先进一段稍后介绍带给大家整点新闻，回来之后呢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纽西兰方面的信息吧。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奥克兰。奥克兰今明两天都会是晴好的天气，但是早晚的温度会相对来说比较低，会比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降温，所以大家呢今天晚上开始啊，最近这几天一定要注意保暖。奥克兰今天最高温15度，最低只有5摄氏度，明天最高温14度，最低呢是降到4摄氏度。今天奥克兰的日出时间傍晚的7:33，日出时间是日出时间啊早上的7:33，日落时间是傍晚的5:13。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惠灵顿呢今天是有雨的天气，但雨势不大，阵雨为主，气温最高11度，最低是7摄氏度。我们再来看南岛方面呢，今天基督城基本上也是阵雨的天气，而且跟前两天相比呢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温，今天基督城最高温9度，最低温是只有0度。最后再来看一下皇后镇，
皇后镇今明两天也基本上会是晴好的天气，早晚的温度相对来说略低，今天最高温9度，最低是0度，所以最近这几天啊，南北两岛气温相对来说都较低，所以说呢，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保暖的。好，注意保暖啊。嗯。身体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我们这边现在是冬季嘛，再加上有疫情的影响，所以反正如果能靠穿一件衣服就能解决的事情呢，就不要图漂亮了，多穿一条秋裤吧。是吧、秋裤你值得拥有。你就是不想穿这个秋裤对吗？有必要吗？啊，你爱穿不穿真的有必要吗？好，8:14啊、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纽西兰方面的这个信息啊，欢迎大家回来玩纽西兰。那么接着下来呢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呢，就是我们昨天看到的来自于卫生部所发出来这个通稿。那么昨天依旧啊，在纽西兰方面呢，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新的这个社区个案啊，这依旧是一件好的消息，已经是100多天了吧、好像是差不多超过120天吧，差不多啊。那么可是呢确实有3宗呢是属于境外输入的啊，他们是在8号、9号以及6月19号这3天呢，分别是来自于德国、阿富汗以及印度，那么是经过卡塔尔以及阿联酋。那么来到之后呢，是最初啊应该是测试方面都没问题，怎么知道在10天第12天的这一个测试的时候呢就被确诊了啊。那么这个3宗呢，这个都是属于输入型的个案，输入型个案呢，当然啊，一旦被确诊是阳性之后呢，就将他们转到这个 JetPack 来进行管控隔离。就说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所看到的在纽西兰方面呢，确诊的病例呢是2364，历史性的病例76，那么活跃的病例呢，目前呢是有22，死亡人数依旧维持不变在26人，这个已经是相当长时间了啊。那么康复的人数呢是有2671人，目前依旧是有2名人士呢是在医院留医的，不过并没有在这个 ICU 的病房当中。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总测试量呢，在纽西兰是226734次。当然了，对于疫情方面，对新西兰来说，最主要的现在还是关注澳大利亚。是，毕竟我们开了绿色的这个泡泡之后呢，澳大利亚的一个疫情就对我们有直接的影响。反而呢，就是在这段时间，澳大利亚这事儿那事儿的也是不断哦。在之前就是没有开绿色安全泡泡之前，其实澳大利亚也很长一段时间，整个国家那么大个国家都没有社区病例了。这一开之后呢，就接连不断了出现了好多的这种零星的病例。最新比较关注的当然就是来自于悉尼，在昨天我们看到的数字呢是已经有11例的社区病例了。当然呢，据说他们是属于一个 cluster 的，而且呢按照悉尼或者是按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现在的看法是说依旧可控，所以暂时呢整个新西兰和悉尼之间的这个航线是没有暂停的。但是在悉尼方面，为了保证这个就是预防性的一些措施，现在他们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也有所升级。比如说呢，现在悉尼的整个大悉尼7个类似于像我们说地区议会的管辖范围之内呢，是要求室内必须戴口罩的。当然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公共交通，除了你要吃饭或者是喝水，其余时间是必须要佩戴口罩的。那么其中就包括了人最多的 CBD 悉尼的市中心。那么这个戴口罩的这个规定呢，是从星期天的4点钟呢，一直要至少要维持到本周3啊。那么就是最主要在一些人多的啊聚集的有一些室内的场所呢，包括超市等等的，都会要求他们戴口罩。好，那么到目前为止，刚才我们是这么说啊，就是说这个当然是一种巧合。近期当然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当纽西兰跟澳洲，开通了这个双向的这个旅游安全泡泡。似乎呢澳洲的这个零星的个案突然之间都逐一的啊出现了，显现了出来。那么这句话呢并不代表啊是因为是纽西兰是把这个病带给澳洲的啊，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啊，是刚好凑巧时间上是那是真的挺巧的、这不是说因为啊我们把这个这些病毒呢带入这个澳洲，所以说呢
开通了这个安全旅游网之后呢，才出现了。应该大家也不会这么觉得吧？哎，有时候呢你的言者无意，听着有心。OK，是不是我们要澄清一点点啊？这个跟我们不是这么说，只是说时间上有一点的巧合。近期呢，确实是分别在这个 New South Wales 这个昆士兰维多利亚等等的墨尔本布里斯本等等的，我们就看到这种零星的这些社区的个案，有一些个案。它的这个来源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确认。不过呢，在澳洲方面，悉尼现在呢比较担心的是因为这个 Delta 病毒。而且同一时间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去过 CBD， 去过很多的这个 shopping mall， 所以就觉得说呢，这个人流相对来说是比较密集的。不过它的这个源头其实是基本找到了，所以相对来说呢，就是政府会认为说可控的比就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墨尔本来的要可控的多，所以暂时是没有看到暂停或者其他的限制措施。不过也是提醒，如果你是6月11号之前去过澳大利亚的悉尼的，那么你就要去注意一下悉尼网站上他所PO出的那些 location of interest， 你要去关注，密切关注一下你有没有去过。那么新西兰这边的官方呢，也是在上周基本上呢，就是找到了6824名的从澳大利亚回来或者是来旅游的这个人士，他们都是呢在6月11号之前在悉尼待过的，也跟他们要取得联系，看看是不是有去过所谓的 location of interest。是，那么另外呢，跟大家说我们这个纽西兰跟维多利亚州这个暂停的这个双向旅游网呢那么在今天的11:59呢将会重新启动重新启动，也就是结束了这个暂停结束了，从就是说明天早上的这个凌晨开始呢，纽西兰跟维多利亚州呢一切基本上就会恢复正常。这是在经过多方面的这个评估之后呢，发现呢目前呢就应该是安全所以说才会去这么做的。对，但是同一时间他也提醒，就是说呢，这段时间毕竟在澳大利亚的社区当中零零散散的还是有一些社区病例，所以就提醒那些如果你是从维多利亚州、新南威尔士州或者是昆士兰州来新西兰的人，都要就是注意一下自己身体的变化，如果出现症状的话一定要去做检测。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被告知来自于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通告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变种病毒呢最主要是分为三大类Alpha 应该是所谓的最早在英国原不是 Alpha 是原汁原味的， Beta 是英国的，还有一个巴西呢，巴西它没有，巴西变种病毒怎么没有呢？我一会儿去查一下，我怎么印象当中好像是 Beta 是英国。我记得好像是 Alpha 是属于最早在英国发现的英国变种病毒，Beta 是巴西，然后 Delta 是印度嘛，是不是？我查一下，我们再去查一下那么现在呢，目前呢，澳洲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社区病例，包括了在昨天呢看到布里斯本也有一名机组人员。这个是被确诊的，而且挺奇怪的，是一名女性这个我们叫做空服员她是回来了之后呢进入了14天的隔离，在14天的隔离当中经过了3次的检测都是阴性然后呢完成了隔离之后呢恢复到这一个正常的这个居家生活，那么他们按照澳洲方面的规定呢，每7天机组人员要重新的去检测，才检测出来是阳性，而且还是 Delta。所以说呢，现在就稍微有这么一点点的紧张就感觉上为什么呢？是它到底是从它的病毒是来自于海外呢？只不过是在最初的14天没有被检测出来，还是它在完成了隔离之后，在社区活动的时候呢？中招了，这个也几率挺小。他说他在社区只有12个小时。对呀，这个时候很奇怪。我们就很，因为我们在较早之前也听到一些报道是什么呢 ？Delta 病毒的，即便是非常短暂的接触，也有可能中招。被感染。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是不是也意味着在布里斯本的社区当中有潜在的？他现在官方是说这种可能性太小了，因为他是只在社区当中待了12小时，然后立刻就被检测出来了。即使你是被感染，你也不可能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几小时身体当中就能够残留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表示说14天的隔离
还是检测不出来，嗯，这个是有可能的啊。这那么14天的隔离到底够还是不够呢？这个也是一个问题了啊。嗯，好，那么当然了，我们也知道呢，就是说在纽西兰、澳洲方面呢，我们还采取的现在的步骤还是14天的这个隔离，很多的国家呢可能已经是14+7呀。嗯，是不是或者14+14啊还是怎么样，现在基本上都14了、嗯、我跟大家说一下那个 Alpha Beta 啊，我就查了一下、啊、咱俩说的都不对啊，是吗？嗯， Alpha 是最先在英国发现的病毒、哦、对、啊、没错，往下啊， Beta 是来自于南非的哦南非不是巴西，然后对对对，我知道是南非病毒啊。 Gamma 是来自于巴西，还有 Gamma， 对， Gamma 没什么听过，然后 Delta 是来自于印度的、啊南非啊，那个我倒是我就记得最主要的三种，就是英国啊，南非不是巴西，南非，然后就是这个印度。但是那个巴西也有，巴西叫伽马。伽马我就没怎么听过。对，这个是我刚甚少听过啊，刚刚查的啊，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很难记住？是啊，那直接记国家不就好了嘛啊？不过现在啊，我们都在说是这么一回事啊，政治正确性 OK 好没关系。那么在这里告诉大家，所以说呢。纽西兰跟维多利亚州之间的这一个旅游安全泡泡将会在今天的11:59之后恢复。那么恢复之后呢，是什么呢？意味着啊，就是说呢，那些人上飞机之前不需要再经过这个检测了。检测了嗯啊，不过呢，在这里告诉大家，所有不管你是从澳洲的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州来纽西兰，到了纽西兰之后。入境处依旧是要求你填写表格，问你问题有没有去过一些敏感的地方，或者是你直接是从哪一个州上飞机，过去的14天有没有去过一些敏感的地方等等啊，希望大家不要觉得烦啊，这是一个他们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嗯好，8:25我们进一段商家好介绍，回来之后呢，今天早上星期二的早晨我们有 DBS 的 Jonathan。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53，欢迎大家再度回来，我爱纽西兰小教安德鲁继续带给大家纽西兰方面的信息。那么在这里呢，再度的提醒大家啊，我估计呢很多朋友啊，可能呢近期呢也有打算去澳洲，或者是啊刚刚从澳洲回来的啊，只要你是从澳洲回来或者是要去澳洲的话呢，那么心里面要做好一些准备，好不好？那么首先呢，就是说如果你还没去，你准备要去的话呢，应该呢在你行程方面呢啊，要有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要预留几天啊，在钱方面也要预留多一点点啊。那么当然呢，那么如果你是近期刚刚从澳洲回来啊的话呢，那么要保持这个，尤其是如果是来自于啊这个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嗯，还有呢昆士兰州啊，这三个州的话呢，那么你是近期从澳洲回来纽西兰的话，没事啊。那么当然啊，纽西兰的卫生部门会尽量的去联系你啊。就即便是联系了你啊，或者是你有没有问你有没有去过去的一些敏感的地方，那么如果你当时候认为是没有的话呢，因为这个 location of interest 啊，这个名单呢是在不断的更新，对，它会有越来越多，所以说你可能前天你看啊，我没去过这些地方，并不代表呢这个更新的名单之后呢，是不是有一些新的被发现的一些 location of interest 你不知道的，所以说呢要保持一个持续查看的那么一个习惯，来确保自己自身的一些安全，好不好？对，好。那么在昨天呢，另外有一则消息呢，就是这一个目前我们纽西兰当然是有一个药物管理安全管理局啊，叫做 MedSafe 呢，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当然啊是有条件的批准了这个辉瑞的疫苗为全国16岁以上的人士接种，可是16岁以下呢，因为临床的这些数据呢还不充足，所以说呢暂时没有批准。那么昨天的消息出来了 ，MedSafe 呢是有条件的批准。那么条件是什么？我不知道啊，只不过是说其中也包括了要持续的收集数据。那么有条件的批准的情况之下，还是要等到政府的签署
对，就等于说 MedSafe 现在批了之后，在本月内政府的内阁会就此事进行一个商讨，如果内阁呢也签字同意了，那么我们这个12到15岁的新西兰的孩子们就要接种疫苗了。当然我估计啊，政府除了内阁他们要去决定到底给不给12到15岁的孩子来注射辉瑞疫苗之外，他们也要研究用什么样的方式是跟其他的民众一样，在这种注射中心或者是说在加医那边去注射，还是以学校为一个点，然后呢派专人去一下子把所有的学生都可以注射完成。现在这都是政府可能要去研究的地方。是，所以说我们要看看 MedSafe 啊，它只负责通过科学的方式数据的收集分析，来决定这个疫苗是否安全啊。当然除了疫苗之外呢，还有包括了我们纽西兰所有的我们能够买到的这些药啊，对，那么都要经过 MedSafe 的这个评估。它只是负责这一块，它并不负责呢到底这个疫苗呢要怎么样去分发，民众们要到哪里去接种，这不是它的事情。那么政府呢，基本上呢只要 MedSafe 呢能够认为是安全的话呢，程序上啊都会 OK， 听一听，可能再听一听的卫生部的总干事这个 Ashley Bonfey 的汇报之后呢会签。可是接着下来头疼的事情来了，怎么去接种，该怎么去分发辉瑞的这个储存方面啊的问题怎么去解决等等。12到16岁，12个到15岁，他们也不是，他们青少年吧，啊，他们是这个是这一组青少年，据说呢有265000多人啊，那么是怎么去推广，是要让这些青少年在学校啊接种，如果是的话，那么是不是也意味着政府必须要有一个接种团队，要分发到不同的这个学校为这些青少年来施打这个疫苗呢？是不是一连串的这个问题呢必须要去布置好的。还有一个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就是说，那这12到15岁现在批准了之后，它是属于哪一个我们说的年龄层一起去施打？现在我们也知道分几个不同的阶段嘛，然后以后会有什么55岁，然后在35岁，在35岁以下，那这12到15岁是属于哪一个呢？是按35岁以下的那个时间段去接呢，接种呢，还是说他们也属于所谓的高危人群？那么是不是可以提前？高危肯定不会是高危，可是呢现在有一种说法，如果啊这个真的是政府批准，现在还没有完全批啊，不过现在是走程序啊，一旦是批准的话呢，不排除呢12到15岁的这些年轻人，如果比方说啊他的父母亲或者是爷爷奶奶啊是高危人群，接种疫苗，他如果陪他一起去的话呢，是不是同时也能够啊一并的这个接种呢？那么不排除这方面的可能性。那么当然现在呢还是要等待政府呢做出这一方面的安排。但今天早上呢在采访相关的这个安排的这个专家的时候，他提到了一点也挺重要的，他说可能大部分都会，大家都会认为说在这一次疫情当中，年轻人他受到身体上的这种攻击的可能性会比成年人或者老年人来的小，所以大家就认为说其实孩子们不用着急，说等到最后给他们接种也来得及。但是他就强调一点，他说什么呢，就是大家也知道学校其实是很多时候是病毒的一个很主要的传染源，就是因为孩子们之间的这种社交距离保持不好，再加上呢那就是一个人群相对比较聚集的地方，所以他认为如果12到15岁的批准可以施打辉瑞疫苗了，他认为先把这个族群打掉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是，那么当然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被告知年轻人不是说他们不会中招，对，而是说他们康复的会快很多，或者对身体的影响相比，而且他们一般来说呢，这些年轻人呢没有那么多的这些年纪大的这些人士的一些其他的这些身体上的这个疾病啊，所以说呢整体上来说呢风险应该是比较好管控的。不过当然啊，那么我们的总理陈时中都表示说，政府非常有意愿啊，要让呢这些年轻人呢也能够有机会接种疫苗，而且我们的疫苗是足够的啊，是这么说。而且呢，他在今天早上我听到的这个新闻呢，说到在未来的一天吧，纽西兰这个国家就应该能够达到呢接种100万剂，的这个里程碑了。对，同一时间这个还强调一下那个强生的疫苗，说了很久了嘛，那现在看到是说未来2周之内 MedSafe 可能会给强生疫苗的一个定论，就是说到底是
安全不允许在新西兰来施打。如果要是这个 MedSafe 也批了强生的话，那接下来可能我们的疫苗的军队当中就会加入强生疫苗。是啊，也有可能啊。那么我们老百姓呢是没有这方面的这个选择啊，不轮到你去选啊，我要接种这个不接种那个啊。那么这是由政府呢来安排的啊。那么在纽西兰目前我们知道呢是正在研讨这个12到15岁啊，那么正在等待这个政府的这个签署。那么其实在全球呢其他的国家，其中包括了以色列、新加坡、日本啊、美国以及加拿大呢，在更早的时候呢啊，其实呢就已经呢让12到15岁的这些青少年能够有机会接种了。那么另外呢，我们看看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就是说现在呢，这个辉瑞呢正在怎么在进行这个测试啊，要看看这个5到11岁是不是也能是否他们也能够接种。昨天 Ashley Bloomfield 也说了，说12岁以下的他们也会密切关注，如果国际上面给出了充足的数据 ，MedSafe 也会就此来进行一个评估，也有可能11岁以下也可以施打的。是，好，9:02又是9:02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是整点新闻。好的，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16，欢迎大家再度回来。我爱纽西兰，接下来是有话慢慢说的时间。我们的电话是0957129936，短信平台0212010998。在纽西兰，在澳洲啊、哦，我们就说了很多有关跟这个新冠疫情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斐济啊，斐济这个情况呢，现在也算是比较的惨。为什么比较惨的两方面？两方面是，首先我们先看看呢，就是纽西兰的我们的外交部长纳尼亚马胡塔。昨天呢宣布呢将会给予斐济呢总共是差不多1000万元的这个援助，分为两批啊，一批呢500万呢是帮助斐济呢在执行对抗新冠疫情方面的一些帮助，另外500万呢是给予斐济政府呢来扶持啊，有很多的一些社区呢也是因为受到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呢啊，所以说呢啊现在是非常的这个冲击非常的大啊。我们也知道了斐济这一个国家呢，旅游业呢也是占他们最非常主要的这个产业的一部分嘛。其实斐济现在的状态就是，我其实它比所谓的这个爆发要比澳洲当时墨尔本的那个疫情来的要更早一些，但是直到现在其实它还是没有控制住的，这个也是挺奇怪的，就是说他们也采取了什么封城啊、其他的这种措施，但是现在看起来单日的新增还是几百。你看昨天我们就看到说新增的人数又是有126人在过去24小时被感染了。是啊，他的这个也挺我们先说斐济，第一啊，他的惨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当在2019年年尾到去年啊，整个去年来说呢，斐济当然也有出现啊，这个零星的这个个案，可是真正的大爆发呢是今年的4月份。对，今年的4月份再开始，我们看到呢，根据新闻的这个报道啊，斐济呢，它是在目前有1477人呢是还在这一个隔离当中，还在隔离。为什么呢？他们是被确诊了。还在隔离啊，不是我们所谓的啊，一般呢从海外回来的进入这个隔离，他们是进入这个管控隔离，有1477人。那么从今年4月份开始，总共有1894宗。对，如果是从去年2020年的3月份到现在呢，才1964，所以说我们看到呢，就是绝大部分差不多占有90%的这一个确诊个案呢，是从今年4月份才突然之间出现的。而且他这个真的是当时出现的时候就表示说疫情挺严重的，然后呢就说印度方不是印度说错了，因为他是从印度带来的啊这个病毒，然后当时就在说斐济采取了所有必要的措施，但是目前来看好像仍然是没有要被管控好的这个状态，而且他们的医疗体系最近的一个状态也挺惨的，因为你想这么多人感染的话，一定会有人需要住院，甚至是需要一些紧急的治疗的，但是他们的医疗水平也是没有办法去同一时间呢接受这么多的病患去住院，所以也使得新西兰作为好朋友吧，肯定是要给予一些帮助的。这个刚才告诉大家，这个1477名啊，这个人是因为这个阳性的这个确诊，现在
在接受隔离，这个隔离还大部分还只能够是居家隔离，嗯，因为他们的医疗条件啊，他们没有所谓的纽西兰那么比较多的这些啊所谓的这些隔离酒店啊，他们也只能够呢在医院，那么甚至在包括在他们的首都苏法的这个医院也爆发了啊，所以说现在的情况呢算是啊非常的恶劣。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斐济呢所知道的是有七人的死亡呢是跟这个新冠病毒呢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新西兰这边呢，就我们刚才讲到，除了说我们会给他提供1000万纽币的一个资助之外呢，还会派专员去到那边呢，来帮助整个疫情方面的一个管控。所以我们昨天是听到外交部长纳尼亚巴库塔就宣布，新西兰这边首先呢会派一名叫麻醉师，他会在昨天其实就已经去到了斐济了。另外一个呢也是当地的，就是新西兰这边的是军方的一名感染病的专家，他也会是在今天或者是这几天去到斐济来帮助他们呢来应对这一次的疫情。是，那么刚才跟大家在说这个新闻的时候呢，跟大家说啊，现在斐济呢面对两个惨状。第一个惨状当然就是啊，从四月份突然之间啊的这么一个新冠的这个疫情的这个大爆发啊，到目前为止呢看不到有任何的迹象呢是能够管控下来。那么说到这里呢，就想到了哎，那么民众们接种疫苗的这个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来看看呢，就是啊，这个根据新闻的报道啊，这个斐济的卫生部门呢，他们是最近又接收了来自于澳洲啊，澳洲呢捐赠给他们的差不多额外的50000剂的这个疫苗。可是这个疫苗是什么？阿斯利康。对。OK， 那么刚才其实大家在整点新闻里面也听到小娇跟大家汇报了，澳洲的总理莫里森是什么呢？是不断的说澳洲我们要接种辉瑞。阿斯利康疫苗说只让60岁以上的长者去接种。对，阿斯利康其实我相信呢，在澳洲呢也没什么人会愿意接种阿斯利康了。阿斯利康在较早之前呢是被澳洲的卫生当局认为不建议啊，不建议60岁以下的人是接种的。对，也就是说澳洲政府在更早的时候向阿斯利康这个药厂订购了大量的这个疫苗，现在怎么样呢？澳洲本身觉得不怎么想去接种，就把这些疫苗送给到其他的国家，其中包括了斐济。这个就是我认为的是另外一件呢是感觉上啊是比较悲哀的事情。作为一个比较贫困的一个小岛国，没有这个能力啊去订购大量的这个辉瑞疫苗为自己的国民们来接种，现在由另外一个国家捐赠一些他们不要的一些疫苗，你也没有任何的一些选择，也只能够呢将这些疫苗呢为自己的老百姓60岁以下的人士来接种。因为什么？这个就是唯一你能够拿到这个疫苗。我们这样啊，我们来强调一下，就说阿斯利康的疫苗呢，虽然说是给了这个建议，但也不是说它一定就危险，只不过呢就是他是说他是会引起一些血栓的问题嘛，所以说就建议不给60岁以下。可是这个事实就是澳洲，对，他们事实是澳洲不用阿斯利康了。嗯，那么在之前是不是订购的？那么怎么办呢？你就是说啊，我把它捐赠给一些其他的国家，那么为什么其他国家就必须要接受一些你不要的垃圾呢？也不能叫垃圾吧，60岁以上。我就用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的，是不是？你给了我，哦，我也没有其他的选择，我就必须要接受，对不对？因为有疫苗可能毕竟还是比没疫苗来的强，可是有时候你感觉上就是说斐济的这些老百姓，如果他们知道他们所接种的疫苗是澳洲他不想要用的，你会到底是去谢谢他们呢，感谢他们的这个捐赠呢，还是你会觉得非常的无可奈何呢？这是我想说的。如果今天我们在纽西兰我们所接种的疫苗是别的国家不愿意去接种的，我不知道正在收看的收听这个节目的这些朋友们到底心里面作何感想。那就看你的状态。 这是现实，这个是没办法。对、啊、我了解是没办法。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呢，一个国家呢如果是真的是不富裕，是比较贫困比较落后的话呢，这个世界上呢也就是没有所谓的公平啊。
斐济当然阿斯利康他也是会给六十岁以上的长者打。哎，他没有再给不给的了，我觉得他就是有疫苗总比没疫苗好啊，大家都来打吧啊，尽量的希望呢啊，就是说大家都能够接种啊，毕竟呢还是有啊所谓的这个阿斯利康嘛，是不是？嗯、我这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自己个人的一个感觉而已啊，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七三八八的朋友在线上在等着，喂，早上好，你好，欢迎，哎，断线。好，我们的电话站是为您开启的0957293的短信平台0210101998。我就是在昨天看到这则新闻，就是想到，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纽西兰接种的这个疫苗是别的国家不愿意接种的。我不知道正在收看和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想法。二三五八的朋友在线上，喂，早上好，你好，欢迎。早上好，哎，老大好。早上好，早上好。小娇早。早。关于那个阿斯利康疫苗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要没有就接种吧，这两人应该不算什么，总比没有都是了，是了啊。就像台湾一样，大陆的疫苗是死都不要。嗯，日本人不要的，美国人不要的，给他的份儿，感谢祖宗。他们也是。别的不说了。嗯，我明白，好，明白的意思啊。那斐济方面他是没有所谓的这个要不要的选择，他连这个要不要的选择都没有啊。好，我们的电话当然是为您开启了0957293的短信平台0210101998。七三八八的朋友在线上，喂，早上好，你好。早上好。喂，哎，刚才讲那个阿斯利康，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我在澳洲的朋友都打的都是阿斯利康，打下来都没有什么反应，是都觉得蛮好的。因为你想想，那个英国基本上都是打的阿斯利康，而且你看连英国女王都打的是阿斯利康，还有那个英国的首相叫什么 Johnson 是吧？我想他一打约翰逊，约翰逊，对对 Johnson 对他都打。那么他们这种地位如此高的人打的也没有什么反应，是。那么实际上每一种疫苗都是有反应的，对不对啊？可能多一点少一点，嗯，但是我觉得，因为我澳洲好几个朋友，包括澳洲好几个群，就是微信群，他们打的打下来都说没有什么反应，是，就是有点隔壁痛，也没有的人打下来好像第二针打的时候有一点发热或者是什么，好像没有那么可怕。另外你说那个阿斯利康有什么血凝啊什么，可能会有，因为各种每个人打的都生理和病理情况都不一样，嗯，正好他这个情况是如此。那么但是总的来说，他们不是有个统计资料嘛，就是你打了那个疫苗包括阿斯利康，嗯，中招的很严重的副反应的话，比乘飞机掉下来的概率都低，那你怕什么呢？对不对？100万人里面有个10个20个，你怕什么？对不对？什么任何都是要统计资料，对不对？好，谢谢，拜拜，谢谢啊，谢谢。是，我不是说阿斯利康，恐怖啊，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啊，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虽然我们纽西兰呢在较早之前呢，阿斯利康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批准呢，啊，我是说澳洲他们根据新闻说啊，他是说他们澳洲的卫生部门已经是建议啊，不要继续用阿斯利康了。而澳洲我们知道呢，在较早之前，我们要强调澳洲只是说不给60岁以下用。60岁以下的人他不建议，对，啊，OK。 那么我们知道澳洲呢是订购了大量的这个阿斯利康，那么与其是白白浪费的把它捐给这个斐济，哦，我不是说他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善举或者怎么样，我只是觉得站在斐济的老百姓的这一个角度来说呢，有时候是有一点的悲哀啊，就是这是人家国家已经是不建议60岁以下用的，可是转来给我们，我们就给一般的老百姓来打，这就是我想说的这个想表达的这个意思啊。OK， 好，那么当然啊，这个阿斯利康这个疫苗啊，正所谓刚才所说的啊，有朋友很多的朋友啊，可能也接种了，也没什么啊，也觉得 OK。那么可是问题就是说，澳洲呢是把他们不要的捐给这个斐济，这就是我想表达的。OK， 然后我稍微说一下啊，我们那个短信平台0210101998那个接不了电话，所以说如果要想打电话的朋友，啊，你打0957-12936。好，这个要不然我们这个短信的平台经常有这边电话在闪，其实我们那个手机是接不了的啊。跟大家来稍微念几个短信，都是跟今天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疫苗有关的啊。有朋友也在说看看台湾，说日本当时是不是也是说他们不要的给了他们，结果现在呢也是造成了一些有死亡的这个现象出现。3616的朋友也说台湾人均 GDP 3万
美金也是不是也是讨了一些可能别的国家不太要的疫苗嘛。6875的朋友是说阿斯利康主要是对50岁以下女性有可能会形成血栓，这个是就是一所有的疫苗都一样，这个以前跟大家也分享过新闻，不仅仅是就我们说的新冠疫苗，所有的疫苗都是女性会形成一些反应的情况会远远高于男性，有那个统计就说超过95%以上都是女性，所以男性出现这种各个方面反应的只有5%，这个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这是指的所有疫苗啊，不仅仅是新冠疫苗。9839的朋友是说，他说其实斐济政府可以考虑向中国大陆政府开口，要多少疫苗可能呢还会给出多少疫苗的。8682的朋友是说，他说台湾不也是吗，日本不要的送给了台湾都是一样的，然后呢就是大家说的基本上都是同样道理。6666的是说有何感想，感谢呗，你不吃的面包不代表是坏的，能吃饱的就该感恩了，反正我就是这样，有的吃不饿肚子不拉肚子就很开心呀。OK， 是好，每个人的观点可能不太一样。好，2169的朋友在线上把他给请进来。喂，早上好，你好，欢迎。早上好。喂，你好，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我想说一下我的对于澳洲给这个疫苗的事件啊，请说。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如果它是基于互惠互利，这也倒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就像我们垃圾日。那有的人家里头不要的东西扔出去，是，但它并不等于对别人是垃圾。那么我没有强买强卖，我把它放出去，是，你只要需要。那澳洲的疫苗也是一样的，如果澳洲呢不需要这个疫苗，而有一些国家他说可以啊，你不需要我需要啊，我又不，你又不要钱，我也不需要从别地方买，那我拿回来以后我可以给我65岁以上的老人买这个注射，这也没有问题。我觉得关键是他不，只要他不是强买强卖，就是说我必须卖给你，或者我本来呢想向你捐助，但是现在我用我这个不用的捐助你，我想这两个是一个不。是正好断线，明白明白的意思啊。可是当然我非常明白这位朋友的这个意思。我想说的是说为什么不用呢，为什么你澳洲不用呢？他没说他不用，他说不给60岁以下用吗？这基本上你现在你包括你刚才你的整点新闻，莫里森我们都在定这一个，都在定这个辉瑞，对不对？都在定辉瑞。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你的卫生部是这么去建议呢？我们不去纠结这件事情。我再念两个啊，正好把这件事情就过了。456660的朋友说赞同澳洲的做法，如果斐济有什么想法，那会不会有点太矫情了？6298的朋友是说主持人好，斐济疫情严重，为什么不接受中国的疫苗呢？而澳洲政府啊是真的，他觉得是卑鄙，自己不用啊，要给其他的国家，这就是西方民主的博爱。阿斯利康疫苗真的不能打，他的亲属才48岁，而且身体非常好，上个月打完了阿斯利康之后呢，说连续2天发抖，有点发冷，盖着被子都在冷，同时伴有发烧。但这个辉瑞的反正也有，我的妹妹打完了辉瑞疫苗，同样也是会发低烧，但不会真的影响到第二天，基本上也就好了，所以不用太过担心啊，出现症状。好，我们身上的朋友挺多的，5888的朋友在等着。喂，早上好，你好，欢迎。早上好。你好，我想聊一下这个疫苗的问题。请说。我觉得确实是，比如说当确实是，说实话，整个这个世界也是一个丛林法则的一个情况。那么他们当然觉得现在我们都有说是一等疫苗、二等疫苗、三等疫苗。对于很多国家来讲，可能有疫苗还是比没有疫苗要好嘛。是。阿斯利康再差也至于那么差。只不过确实有一些不太好的，但是我是想为这个台湾这个政府啊，这个当局，我觉得他们做法确实有些不太妥当。说我作为我认为，我觉得应该不，这个任何时候老百姓的安危要比政治色彩和政治风向要重要的多，不是说因为这个由于这个意识形态的对立，你就不接受，或者是说一定要，从这个医学上也能判断出好坏来，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可取的。然后同时，像郭台铭已经说要来捐助，他也不这样，我觉得政治不应该成为一个绊脚石。好，这是我的。谢谢这位朋友的电话。1660的朋友在线上，喂，早上好，你好，欢迎。早上好。喂，你好。哎，早上好，是你，请说。请你把这个收音机给关掉，好不好？
我们换下一个。好，我们下一位朋友，3678朋友，喂，早上好，你好。早上好。好。但这个线路是有一点，我们就这样，因为电话反正也很多，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掉之后再来打，要不然我们就直接换下一个。OK， 好，9:34，那么这件事情呢，那么纽西兰方面为什么说到这件事情呢？不是要去找机会去攻击什么澳洲啊？那么至于当然啊，这个斐济方面呢，他接不接受，这个是由斐济他们自己官方的一个决定。在纽西兰方面呢，我们没有捐助疫苗给斐济，我们是用钱啊，1000万元啊，来帮助一下。斐济，那么当然还派了两位专员，但未来会不会纽西兰也把部分的这个疫苗捐给这一个斐济，不得而知。我们知道呢，我们纽西兰方面呢，我们订的这个疫苗呢，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太平洋岛国啊，我们也帮他们来提供这方面的这个疫苗。3678的朋友在线上，喂，早上好，你好，早上好，主持人好，早上好。我想说台湾蔡政府在编列国家的预算300亿要买疫苗，结果。买了韩国不要的 AZ 疫苗，而且价钱不公开啊、哦。然后他就是要发展台湾的自身国产的。OK， 好。这位朋友，我明白的意思啊，就是说大家也关注到这个纽西兰以外的其他的一些地区或者是国家。在这个接种疫苗的方面的一些情况，不过这一个节目呢，我爱纽西兰，我也不想把这一个话题呢延伸到一些呢台湾也好啊，或者是中国大陆也好，或者是什么地方也好 ，OK，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感谢您的电话。好，接着下来呢，我们来说另外一个新闻，因为今天还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还算是蛮多的 ，OK， 接着下来想跟大家说的这一件事情呢，也会让人感到呢有一点点的这个怎么讲？有一点点的莫名其妙，莫名其妙。为什么呢？纽西兰我们有两个这个政府所资助的传媒机构，一个是我们的国营电视台 TVNZ， 另外一个是 Radio New Zealand 啊，纽西兰的这个电台。那么现在呢一直在探讨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呢都是属于国营的啊，就是政府呢每一年都拿出大量的这个钱啊来资助这两个这一个媒体，现在要想说想方设法的将这两个呢合而为一啊，将 TVNZ 跟 Radio New Zealand。每天早上我们跟大家分享很多的新闻呢，其实安德鲁呢是来自于这个 Radio New Zealand 的啊。我也挺喜欢他们的这个报道啊，某种程度上呢，我觉得他们还是比较的这个客观啊，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而且他们写的，我觉得没什么废话，有的时候其他的媒体写的不太长啊。那么有些呢是长篇大论的，这个挺烦的。OK， 他们是把这个要点写出来。那么 Radio New Zealand 跟 TVNZ 的这个合并，一直以来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困难啊，就是说呢，总是挺烦的啊，里面很多东西要探讨。那么在较早之前呢，其实呢。我们的专门负责 community broadcasting 啊，就是传媒啊，这个传播啊，传播的部长呢是谁？又是 Christopher 啊 ，Christopher 他准备多少个部？他代理了多少个部门？我不知道。Christopher 呢，他较早之前呢就是委托了啊这个 PwC 啊这家会计行来专门为这两个机构的合并来做一份这个专业的分析报告。那么当然你。找到了这个 PwC 来做那么一份报告，这个价钱呢是不菲的啊，据说是花了差不多40万，做了一个100多页的报告。在这个100多页的报告当中呢，挺可笑的，有相当多的资料呢，其实呢，随随便便在网上一查呢，就是就能够查得到，已经到什么程度？就比如说什么 TVNZ 的 CEO 是谁，这还用他？这个报告里面不用写的嘛，那都是谁都能够查得到啊 ，TVNZ 的这个 CEO 是谁？那么因此呢，也是遭到了一些在野党的批评，就是说花了40万，找了 PwC 来做了一份报告啊。这报告里面呢，真正有用的这个资料呢，没多少。关键问题现在的就不是说，如果要是有这么一份报告，这件事情就解决也就算了，为什么又上新闻了呢？是我们最近看到政府已经是正式宣布，准备再拿出差不多500万纽币，五十万纽币，说到这个差不多下载有一个50万纽币来干嘛呢？就是再做一份报告，而且呢不是 PwC 了，这回呢换了一个，找了个 Deloitte 啊，四大会计行之一啊，德勤也是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会计师啊。事务所啊，德勤，那么要做另外一份报告，哎，说的呢，这份报告里面是不是研讨一样的东西，不得而知了啊。就是总之呢，为了两家这一个国营机构啊，这一个要合并，
找两家不同的这个会计事务所，一个40万，两份报告总共呢差不多要花90万块钱。嗯，那么这个报告里面到底有多少实际的内容不得而知啊。可是呢 ，Christopher 就表示说啊，这个 TVNZ 跟 RNZ 啊要合并呢，这是非常复杂的事情。那么因此呢，要仔细的去研究。我觉得他们可以上我们这来借鉴一下。我们都已经做了10多年了，电台和广播一起来，是吧？电视和广播一起合并。因此呢，行动党的这个党魁 David Seymour 就是说呢，纳税人的钱不是这么花法的啊、嗯，就是说呢，你看两份这些报告，让这些会计师事务所，就是白白的啊，这个90万就是交给他们做两份报告，做完这两份报告里面，那么总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实质的东西，总有一些建议。可是，这个纳税人的钱是不是这样的花法？嗯，其实这个也不是第一次了，我们看到之前太多类似的情况，比如说那个 SkyPath， 那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去做研讨，然后出了多少份几份的报告，最后说不见了就算了、嗯、最后呢又换成了一个所谓第二座的跨港大桥，对吧？然后接着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之前什么资本利得税也是请了无数个专家几轮的讨论，最后说不收了。你知道 Christopher Foy 他曾经是 TVNZ 的记者吗？嗯，是、啊、是, 是。有时候会让我们想起呢，就是说这种所谓的交由啊某某某某的这些啊什么专业人士去研讨一份报告，或者是设立一个工作小组，那么背后呢，当然这些都不是免费的，这背后要这些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个 contractor， 嗯啊，政府每一年花费啊，差不多接近10亿啊，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一个部门、不同的这些机构找了不同的这些专家研讨了一些不同的这些所谓的报告。这些都得花钱啊，那么其实这些钱是不是正在用在啊这个适当的这个地方呢？我们线上的8843的朋友在等着，把他给请进来。喂，早上好，你好，欢迎。哎，感谢。好，我们的电话照样是为您开启的，在我们跟大家来分享新闻的时候啊，欢迎大家呢跟我来进行互动啊，或者是通过短信平台。0212010998，我再提醒一下，因为我们那个0212010998那个一直有人在打电话，不要往那个电话上打，我们也没有办法接进来。啊，没办法了，如果他打电话的话，我们就把他给接进来吧。啊，那么就这么一件事情。好，早上9:41，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新闻。接着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一则新闻是什么呢？是说到了银行的投诉。哎，这个那也纠结吗？当然也纠结。其实银行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嗯，虽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能够通过互联网啊非常便利的能够处理很多银行方面的一些我们自己个人的这些理财方面的这些事情，可是毕竟呢有时候难免还是得亲自呢到这些分行去走一趟啊，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我估计啊。那么银行呢作为一个那么多年啊，那么跟我们的这个生活吧，包括我们的这个借贷啊，甚至是现在呢即便是通过网上来处理也是这个你自己个人的这个财务方面的一些事情，不过时不时呢可能会遇到一些难题。嗯，你可能是需要呢还是能够呢就是通过语音啊或者是视频呢希望帮你解决你的问题，但是是不是银行啊，就是都能够帮你办得到呢？还是有很多呢一些你认为服务不周到的这个地方呢？因此最终你在气愤之下啊进行投诉呢？你有没有投诉过银行？没有投诉过，但我投诉过别的。有投诉过别的是不是？嗯，哎，现在这一份呢这个新闻是说呢，根据一份报告调查出来啊，发现呢哎银行被投诉的这一个情况呢还算是蛮普遍的。嗯，还蛮多的。而且他的这个新闻的重点呢是说，就是政府不是政府，这个银行公布的所谓的他有多少多少人 complaint， 有多少%，其实真实的情况可能会比报告出来的要更严重。当然，可是先说这个数字，我让大家呢看了可能会吓一跳。我看着这个新闻的时候呢，我看到这个数字也蛮惊讶的。为什么呢？单单在今年的第一季到3月尾为止的这个第一季啊。银行的投诉严格来说呢已经是比去年同时期呢是下降了6.6%，可是依旧有26000多宗的这个银行投诉。对，当然是所有银行加在一起啊，不是指某一个银行加在一起。纽山很多银行吗？纽山四大银行当然还包括了一些什么 KV Bank 啊 TSB 等等，数来数去呢好像啊我们能够把这个名字念得出来的这个银行呢
可能也超不过，不够两只手，绝对超不过两只手，超不过八间吧。我看、我估计也就是这样，26000多宗的这一个这些用户们的这个投诉，各种各样的这个投诉。而且在这投诉当中，我们来看看啊，表现最好的银行是 ASB， 挺有趣的。我跟投诉最多，投诉最少 ASB。ASB 是投诉最少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看看它是 ANZ 投诉是最多的、ANZ 啊 ，ANZ 投诉最多啊 ，ASB 投诉最少。当然，我们也要看你的这个整个市场的份额，你不能说 ANZ 因为它是全新西兰市场份额最大的一个银行，你拿它的市场份额跟其他的去比，你说它投诉多这个公平，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是按照市场份额和它投诉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然后再来说。你看 ANZ 呢，它在整个新西兰的市场份额大概呢是占到不到百分之三十，但是它的这个投诉量却是所有银行当中这20000多个啊投诉当中，它占了46%。然后呢 ，ASB、BNZ、Westpac 大概呢是占了19%的市场份额，但是它各自啊，各自19%。ASB 的投诉只占9%，其他的这个 BNZ 和 Westpac 呢，大概是占在18%左右。所以相比较来说呢 ，ASB 是投诉最少的。那么这是根据这个 Banking Ombudsman 啊，这个是来自于。是属于啊 ，Banking Ombudsman 呢是属于银行啊，银行业务的那么一个调查官啊，这个调查官这个是属于政府的啊，所以说呢啊，不要到时候呢 ASB 呢啊 ANZ 呢有人来找我们麻烦说我们呢啊就是误报新闻，没有啊，这是有根据这个 Radio News 啊，这是根据你 Radio News 的这个新闻的报道，确实是说呢，虽然 ANZ 呢在这个市场的所占的这个比例呢是达到30%，可是投诉方面呢却占了46%。所以说呢，他们的投诉的这个所占的这个比例呢，是比他们自己本身呢银行在整个。时间来到早上的9:54，欢迎大家再度回来，我爱纽西兰啊。有话慢慢说，我们的电话是0957-1936，短信平台0210-1099-98。我估计的时间上的关系呢，我们接不了电话啊。不过稍后呢，短信呢还是会跟大家分享的，因为接着下来很快的跟大家来，这是一个后续的报道，就是啊。纽西兰优先党的这一个 Winston Peters， Winston Peters 呢在星期天的时候呢，就是第28届的啊纽西兰优先党的这个党大会上啊，那么曾经就对外发言，就表示说我们会卷土重来，我们会卷土重来啊，这句话呢我们稍微的记一记，为什么呢？稍后呢这个前啊联合未来党的 Peter Dunn 呢对于这句话呢他有一个解读。好，那么总理 Jacinda Ardern 昨天在接受这个 TVNZ 的这个访问的时候呢，也被问到了，哎，你对这一个老皮要回来的话呢，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有什么样的感想呢？他是怎么回应呢？ It is politics, right?、他说这就是政治，对吧？政治是就是说很多东西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他这句话真的是你怎么解读你怎么解读都行，他就一句话，这就是政治。是，然后后来他也提到，他就说呢，不要让我去评论 Winston Peters、他说我一直都是非常尊敬他的、无论是跟他合作的时候，还是他这一次呢是离开了国会，我们都是一种非常崇敬的或者尊敬的这个态度，或者是怎么样跟他去合作的，所以我们不会呢在这边去批评他或者表扬他。是，那么在 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在星期天这个纽西兰优先党这个党大会上的 Winston Peters 他是这么去形容他的这个政党的，他把他的这个政党呢形容文呢形容为这个 Phoenix 啊，就是凤凰，浴火重生，凤凰啊。那么因此呢，这个 TVNZ 呢昨天在见到这个总理 Jacinda Ardern 问的就是时候呢，就问他，哎，你看到羽毛了吗？对，你看 Have you seen the feather 啊？你看到羽毛了吗？啊，那么当然啊，这个就是呢，真的也非常啊明白，立马就知道呢，这个对方啊没必要问他的是什么，就表示说呢，他说你不会从我的口中呢就看到我会去批评 Winston Peters 啊，毕竟我们在过去的啊3年呢是有共度美好的时光，这听起来怪怪的、就是说呢有啊相互的这个尊敬啊等等等等啊，那么当然啊。就是说在政治上啊，那 Winston Peters 他爱怎么说呢可以怎么说，因为 Winston Peters 在星期天的党大会上呢是对于工党的这个现在这个政府呢的这个政策呢给予诸多的这个批评，诸多的批评、OK 对，好，那么 Winston Peters 当然是在20年的这个大选，去年的大选呢是仅仅以2.6%的这个支持度，又没有办法拿到任何一个选区而被踢出了这个国会，那么他在这个党大会上就是说 we are coming back 啊，我们会回来，我们会
回来，我们。那么因此呢，联合未来党的这一个党魁呢，前党魁呢 ，Peter Dunn 就表示说，我们要仔细的去解读一下 Winston Peters 的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说我们，他没说我 ，OK， 他也没有告诉大家呢，就是说未来2023年，当这个纽森优先党要再度参选的话呢，会不会是 Winston Peters 来带领这个政党？他都没说，他其实什么都没说，他只不过是做了一件事情，而且他的目的达到了，就是吸引媒体的注意，就是让对所有人都在谈论他。你看我们有一个听众，我觉得他总结的就很对，1518的朋友是说呢 Winston Peters 是绝对不允许新西兰媒体界中没有关于他热搜上榜的，必须要承认这可能是正是这个新西兰政坛上他认为啊是比较著名的小丑，小不小丑不知道，但著名是真的著名，是对吧、现在呢大家都在说他，大家都在谈他，说到这个2023年的这个大选的时候呢，怎么能够没有纽森优先党的，可是不要忘记，如果真的届时 Winston Peters 是带领纽森优先党再度参选的话呢，他已经是78岁了。那拜登和这个特朗普都能做是吧？有什么不能的呢？而且我们前段时间就是昨天听 Winston Peters 接受采访，那中气十足，反应之迅速，你根本看不出来他超过70岁，好不好？所以 Why not？那么当然呢，我们要看看呢，就是说在较早之前，原来在今年的5月份呢，这个 NewsHub 呢 Read Research 呢有一项民调，这项民调呢就是专门针对纽森优先党以及 Winston Peters， 有多少人愿意看到 Winston Peters 再度重返政坛呢？哎，出乎大家的意料，原来呢差不多有70%呢是不愿意再看到 Winston Peters 呢。就是回返政坛的，当然啊，也有19.6%的人说愿意，还有10.3%的人说不知道。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个原因是，大家说 Winston Peters 是一方面，但优先党可能还有别的政策或者别的人是他们不想看到的，这可能也有这个原因。是，毕竟不仅仅是 Winston Peters 一个人嘛，对吧？好了，时间已经到了最后，跟大家来说。Judith Collins 他怎么去回应？他就是说呢 ，Winston Peters 呢，你必须呢要尊敬这一个人。因为什么呢？他每天都在重复的说着一件事情，而且还能说不腻，对。OK， 好了，那么接着下来，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短信啊。好，我们来念几个啊。这个3575的朋友说 ，ANZ 和 National Bank 合并之后，哦，对，这个说的对，才有了这个市场。大家记得 National Bank 吧？那个马，所以说呢，这个份额才哦，对对对，这个说的是。9189的朋友是说，上次在 ASB 的机器上被吞卡了，结果就这么一点小事，半个月才取到卡，各种理由推脱浪费时间，服务太对，投诉真的挺差劲的。然后7556的朋友是说，在现实的丛林法则当中，要慷慨，要公平，首先是要吃饱稳妥，过后又剩余和不要的才给你。所以澳洲没问题，斐济也心里明白，没有觉得丢人或者是乞讨，感谢都来不及呢。然后呢，就是挺悲哀的这件事情。不是不是，这方面我觉得还不一样。刚才这位朋友几号？75567556对。如果你说今天澳洲都已经完全的接种，你还有剩余的，不管是阿斯利康或者辉瑞啊，你给别的国家，我是完全 OK 的。可是你一方面澳洲你只有4%左右的这一个人口是接种了，你在迫切的等待这个辉瑞，你留着一大堆的这个阿斯利康你不去接种。然后将这些阿斯利康转给别人，可是你在迫切的等待这个辉瑞，这完全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这是我想说的。OK， 4086的朋友他说很简单呐、你不断的做报告，一定就会有人拿到佣金。就我们说那个 ABNZ 不是。RNZ 的那个合并嘛，7755的朋友是说从这次疫情可以看到，国家领导人后面那句话我不能念，他说有很多的国家是否将人真的看成人民呢？早晨一早你们都说到了，公务员都在歌颂公务员，国家领导人议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吗？他就说是吧。这个最后念一个3529的朋友说，人类该不该捐赠不用的食物给穷人？那他说这个引导华人反澳洲吗？这不是啦，哎呦、不是。我刚才已经非常清楚的表达了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啊。如果你澳洲呢不是在迫切的等待辉瑞的话呢，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性质。10:02了啊，我们必须要结束今天早上的这个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以及参与，祝大家好心情，明天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明天见。